太冷了，我给你开夹板了。你要烫死我了、啊、不是，就是这样子有热气围绕着你。还不如拿个吹风机呢，好不好？吹风机脸吹得太干巴了。给你点软蜡子呗。嗯，哎，我们热段你要试一下别的鞋。不用了。不是啊，那你那个一会儿也是别伤着脚。他们呢？其他艺人？他们去都是拍别的东西去了。那我们现在在等什么呢？你要备采。好，可以了，走，出发，备采了。春大，今天春大。你一会要打拳了，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等一下。加油，孙瑞！嗯，是。一、二，这个。走，对，力量非常顺。走，走，走。是在女生里面。弄砸我头！他打得很轻，打得非常轻。很好，很好，拳也很长啊。走。下午6:30，孙瑞第一吃上第一口。早晨4点下飞机到现在，吃上第一口东西。早晨4点下飞机到现在6点钟，下午6点，人不睡也不吃，不知道在这里请些什么。请粮食。而且你一口水不喝，一点东西不吃，我要吓死了。你平常都去哪儿？刚刚你跟伟丽老师打下来感觉咋样？挺好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挺好的。你觉得咋样？没有。我觉得你就是肢体比较协调。Hello。 孙瑞饿的呀，电影女演员在深夜的大街上，山东街头。哎呀妈呀，能不能不这样？省一点体力行吗？你别这样子打我，因为我劲儿根本就给不住。你就只举起来就好。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开始。好，打。不是，你这样的，蹲下来，就这样蹲下来，接住。哦，我完了，习惯了。
要抬头，追的时候不要抬头。哎，我够不着。没事，换一个。打。颤抖的小拇指。